来喽来喽，这大海呀又退潮了，又来赶海了。美好的一天呀从赶海开始。这刚到海边呀，就发现了一条短腿的八爪鱼，这看上去啊还不错啊，收。哇塞，这两只鲍鱼啊还抱一起了，看上去好肥哟，收了。快看，又发现了一个海螺，这海螺啊都开花了啊，收了啊，带回去。这小皮皮虾呀要去哪里啊，必须得给它带走啊。路过了老铁给点双击呗。又发现了一个蜘蛛蟹啊，就剩一个腿了。喜欢海边户外的朋友啊，坐进直播间，咱们一会直播赶海带你玩喽。